sipping on lean on Bombay. Yeah, we killed a pussy queen in Harambe. If she wanted it, she got it, that's funded. 之前你们在评论区里提到的一些问题，是不是剃不准位置，眨眼会不舒服而且不持久，或者刚贴上去想用镊子压一压，结果睫毛被带走了，还有这种睫毛一夹就会碎掉，那还是看看我的保姆级正确示范吧。从根部开始分段往上压翘自己的睫毛，尽量靠近根部再夹一次，上睫毛打底给自己的睫毛定型，选一个高质量小恶魔漫画睫一面，从根部夹取，胶水刷在睫毛根部的内侧，外侧多余的胶水可以在纸巾上带一下，对准自己的睫毛根部往上带一下，匀一下胶水，再对准自己的睫毛根部放上去，然后用镊子的尾部按压，担心镊子会带走睫毛的可以给它拍一点蜜粉，但是取这种短一点加密的意思，也是根部内侧沾取胶水，对准自己的睫毛根部放上去，千万不要放到眼睑上，再按压固定，下一步再继续带胶水放根部按压，带胶水放根部按压，就这样按着它本身摆放的顺序，一簇加长一簇加密，这样交替着贴出来的效果就会特别的灵动，从眼尾到眼头挨着贴上都可以了，一整个开花式漫画眼的感觉，而且还很轻盈。下睫毛虽然很少，也要先刷上睫毛打底，取这种单根下睫毛一次一到三根，根部点一点胶水，对准位置放在自己的睫毛上，根部离自己的睫毛根部要有一点点距离，这样眨眼的时候就不会跟上睫毛连到一起，主要是粘上之前先对准方向再放上去就 OK 了，这个虽然需要耐心一点，但是融合度真的很好。